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我是旭，我是鸟斯，今晚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突袭卡拉哈利也配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配到场了，好的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然后，哦，开场我就有两点的 EP， 哎，刚刚那是 bug， 等一下，哎，刚刚有他有看到吗？我开场我就有两点 EP 值，哎，我现在带的是新角色啦，就是那个可以 EP 快速回血的那个角色。哎，我刚开场就有 EP 值两点了，然后后来他又消失了，这是一个小 bug， 对不对？被我发现了，被我发现了。不过还 OK 啦，至少他没有影响到游戏体验，只是显示的 bug 而已，他后面就修正了。而我的队友有那个克路，哎，可是这么近的距离开克路应该扫不到人吧？哎，好像有，好像有扫到人。哦，有一只在骨头。哎呦，不错，前面不知道有没有敌人，好像没有，对，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队友上骨头了，但没看到半个人。嗯，奇怪。哎呦，楼下有人，应该是楼下。左侧有，咦、欸？我看。哦，队友打死一只了。打一，还有一只，他也倒了。OK， 很好的一个开场哦，没有人死亡，只有队友有一个倒了，但来不及救他。OK， 再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场1800买个 MP5， 然后刚刚有多一颗凝胶嘛，对不对？刚好那个我们的瓦哥哦，生了一颗凝胶，那凝胶这边就不用买了。那我400块省下来好了，我觉得比较钱不要花得太凶啊。干嘛？关中是不是？跟他蹲两下。好，准备走了，3、2、1 ，Go！ 冲啊！先抢点比较重要啊，抢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啊，胜率就会提高啊。我们要先抢这个绿色房子的二楼，看一下敌人的位置，观察一下敌人的位置哦，不要一股脑的乱冲啊！目前没看到敌人，哎，右侧有一只，然后队友全部跟我冲这边没有意义啊！果然左侧有，对啊，我就说没有意义，全部一起冲没有意义啊！就是一起走可以，但是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，那没有意义啊！那边有一只，我看到那边有一只。对，那边有一只，绝对有一只。墙壁后面有一只啊！他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，对，我跳下来了。有这边。老一，又再来一只。哎。那个队友没有人救，为什么？哎，没有人救，这样有敌人。敌人呢？应该在，在对面对射啊。最后一只在哪里？后面。可以，没抬到枪。哎、欸，那个队友有点可怜，没有人救他、欸。哎，我是刚刚离他比较远啊，另外一个队友离他比较近，为什么不救他、啊？好奇怪哦，那个队友不救他、欸，哎，有点扯、欸，哎，有点扯，这样不太对吧？因为我离那个队友比较远啊，所以我就继续冲，先帮他们去找敌人打，打一打，至少他们可以赶快救。结果没有人救那个队友啊，那个四号队友有点可怜，居然没人救他，太可怜了。好，走了 ，Go Go！ 哦，两只，一只左边，一只右边。哦，还有两只是在后面。有，这后面有人。看到他了，应该都在楼上。炸到一个，倒，这边有一只，
等下。有人救那个队友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原本想说我要救他，可是看到刚刚那个敌人准备要掏出强心针了，看起来像是啊，所以我就先收掉他了。这边照理来讲应该会有一只，或者是下去了。哎，没有，在楼下。对，下去了。OK， 很好，这样稳稳的，大家都没死，很棒。而且我的队友终于救队友了，很好很好，很有爱，很棒啊。这样至少让大家都还活着，然后留个900块。虽然说这一场是最后一场，我们多买个香菇就好了，其他不要管他了。然后我顺便丢一些子弹给队友，看一下有没有队友缺子弹的。200多子弹欸，然后他们一直在蹲啊，蹲完就好了，结束了。好，开一走 ，Go Go。这边我想上船上啊，感觉船头还蛮好打的。之前是懒得去想说到底要怎么走船头，后来终于开始玩船头的战术了，船头的战术。敌人在楼上有一只，哎，队友不要挤我啊！最后一只，赢了，好了，支援队友结束 ，Go Go， 结束啦。可惜刚刚被队友卡了一下掉下来，不然应该可以收到一只。嗯，好，来吧，看一下这一场输出如何。很好，这场输出依然最高，但是击杀呢就让给了我们的踩到青蛙。刚到底哪一个队友把我推下去啊？我刚原本站在上面好好的，结果突然他卡过来，我就掉下去了。可恶！好啦，没关系。好啦，我们这一场打得还不错，那就这样吧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。小铃铛呢，请开启全部通知，不要开启个人化通知哦。全部通知的话，就比较容易让你收到我开直播、开观众场的通知，你就比较不容易错过。或者你想抢头像也 OK， 但是你如果开个人化通知呢，就会比较不容易的收到这个通知哦。所以记得按小铃铛之后呢，你记得选择全部通知就对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，记得准时收看我的影片，每天晚上6点发片，加罗是早上9点，下集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